巷弄里头有多难停车，骑士只能找缝隙，随处可见骑楼违停，或是车子就压在红线上。巷子里不好停车，机车族只能硬挤在边边，而就有人写信到市府信箱，希望能够规划完整的停车格。交通局也来了，现场标志20个要增设停车位，但是却通通又被涂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控诉明代施压官说，停车找不到啊。汽车一台，机车可以停很多台啊。嗯，那大部分代步的都是机车为主，而且后面有那个菜市场，很多机车都没有办法停，都乱停啊。投诉民众说会刊完成标设停车格，却有长期占用的车主找议员处理，说好的车位消失眼前。到现场要去试坐的时候，有民众出来反映说，这个地方他真的画设格位的部分有一些不同意见跟看法，希望取得一些共识以后再做后续的试坐。交通局2月5号派员会刊，也打点画设20格停车格，但车主找来明代，3月13号施工前抗议，让规划喊卡，车位涂销。如果画机车停车格，我们事务车就没有办法停了。后来他们又去找一些议员过来，那议员来协调的时候，就是说弄到那个停车场去，这里是暂缓，不是不做。李长坦承，车主确实找议员，希望和附近的机车族协商，但似乎沟通与部分住户没有达成共识，让明代一出面变成了官说正义。记者黄家伟、邵子阳新闻报道。